我们可以看见气候现在是很极端的异常，这大自然法则受到了众生业力的业力来迫害啦、破坏啦，大地污染啦，气候污染啦，空气啦，就乱了气候，大自然的灾情也频传啦。所以看到这样大的结果啦，都是啦，在我们人类中，从这样的大结果的法则里，那乱那在人与人之间就会这样的人冲突啦。其实，这大自然呐、众生界呢，众生各有众生的世界，鸟有鸟的空中世界，鱼有鱼水中的世界，人呢有山有平地的世界，动物的世界在山上，不来侵犯人类。但是人类呢，这样平地世界啦，还要去破坏呢大山世界，总是这样。那人还是呢不满足，还要人与人之间呐、互相的牵夺。你要抢我的，我要抢你的；你要占我，我要占你。彼此之间就有国与国争啊，名利地位啊，国土的领土要多大，这都是呢人世间本来是很幸福、很丰富的资源，被人类这样破坏，还要开垦身心之火，引起了大片森林的烧。这种一座座的森林被烧的啦，人的看法啦，动物的家，只要人类看法去改占野处，还有呢，这个大火焚烧，想他们的家呀，要在哪里呢？多为这是因安心的地方啦。不说动物，人类也是一样啊，那样的难民啊，真的是苦哦。何处呢？是他安稳之家呢？回家的路渺茫啊，很多人呐、就就地啦安养，只是呢一张帆布啦，那一顶塑胶展开啦，薄薄的覆盖的，看到了，下了雨，下了雪，下雨啦，刮风啦，这一群人呐、以地为床，以那一张薄薄的塑胶覆盖着，雨来啦，土卡淡啦，水灌入去啦，泥泞的大地，就是因为尘，他们躺在泥泞水中里，在环保的下面里，这样如何生活啊？苦啊！人讲，无辜的囡仔更苦啦。有的呢，在这样的水的面顶年龄的内底里，产妇在这样的环境生产了，这多么苦难！她是不是生来就这样环境嘛？不是哦，他们有个安稳快乐的家，在他们的国度里，同样呢，大地丰富啊，给他们呢有个温馨的家庭。可是人心啊，一念恶起，那少数人的冲突，你要争我不让，就这样的冲突起来，造就了多少苦难，人间悲戚事啊！看看人会造成人间的苦，人会破坏一切动物的生态，都是人，是人呐、啊，人是恶或是善呢、啊？一句话说，善恶无忌。一念心啊，无明起啦，它所造就的恶业啦，会多少多少人间悲痛凄凉的人生，都是少数人的一念偏颇的观念一起。但是人呐、啊，人性本善。佛陀说啊，人人皆有佛性，继续佛性啊，那就是无眼大慈，期待的人人平安和睦相处。那唯有一个。人人呢，要走在正法的轨道上，这就是无眼大慈的智慧，那就是地慧啦，地慧开阔啦，天地宇宙的真谛，这就是地慧。还要呢，要大悲。要有同体大悲那样的心包太虚，天地合为一体，以心的本性合为一体，生态呢，人人保护都有责任，能呵护了万物啦，让万物呢都能平安，这也是人心。只要人人一分分的爱呢，互动起来，不也就是可以帮助人呐、啊？这就是佛的净土，菩萨的世界，相安无事啦。这叫做福慧。双修的世界，总是呢，请大家，我们呢，日日啦，行在菩萨道上，以事啦来开理啦，理来证明这个事啦，咱规矩都是安尼做，不管天下伫叨位，你看德国啊，是伫土耳其，土耳其。滚呢，难民的孩子啦，我们呢，实际呢，去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可以读书，让他们呢脱离了童工这样的生活，让他有教育的机会，将来呢是人间的栋梁，这都是有机会。不管远啊近啊，只要有爱心，共同呢这个方向，安尼呢就可以利益人群，多快乐，多幸福啊！专靠为乐，各位菩萨，只要有一点的爱心啦，就造就了幸福人间哦！感恩菩萨爱的能量。